兄弟们，听说这个苦力怕宠物，它在自爆的同时自己不会自爆而亡，也就是说爆炸之后它还在啊。我们来试一下，来打羊啊，它来了，哇，这小短腿好快呀，试一下啊。哎，它果然还在，哎，可以啊，兄弟们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哥，别炸了，炸到我家了，哥，好了好了好，停，走，大哥哥，别炸了，快走，哎呦哥，哇，这小短腿。哇，这小东西挺有脾气啊！哎，可以啊，兄弟们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这苦力怕，哎，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啊！啊，至少它不会自爆而亡，不是一个鸡肋的宠物啊！好了好了，兄弟们，把它带回去吧。这个东西只能用拴绳把它拴在家里边，万一有什么僵尸在我们家附近打我一下，哎，它就会爆炸，哎，把我们家就炸没了。所以还是把它拴在家里边比较安全啊。之后我们如果出远门的话，可以带上它。好的，把它推在这个角落啊，这样的话它不会挣脱这个拴绳，就算是有生物打我，它也不会冲出去自爆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而且这个东西的血量是满的啊，也就是说它在自爆的同时一丁点的伤害都不会受到啊，这个还是很好的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现在的当务之急呢是看一下这个自动繁殖机出现了什么问题啊。他们俩一直不生孩子啊，食物已经投递了很多了，但是还是不生孩子啊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样吧，我们回家再分解一些骨粉啊，催熟一些胡萝卜，再给他们投递一些，看一下生还是不生。来吧，我们再来试一下啊，投递一些胡萝卜。讲道理啊，如果他们有胡萝卜，哎，你别抢呀，哥，哎，不要呀，我是给他们的。这个，哎，等会儿，我们换一个地方，我们在这边扔啊，他们可以捡得到。我们现在急需要小村民来打造图书管理员，来换很多的极品装备。哎，但是他们俩不给力呀，快点生吧，大哥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农民？难道说他们有什么情况吗？来，再来点。哎，冒爱心了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？但是为什么是农民和这制剑师冒爱心呀？这剧本有点不对呀。哎，不会吧，你们俩这没想到这个制剑师成为了第三者，哎，很心酸。这个小村民生下了没有？不是吧，还没有生下，看一下啊。哎，有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掉水里边了。好，兄弟们，成功了，我们先睡觉。好的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现在需要一些铁轨啊，把这个村民运到这个村民交易所里边。但是我们家里边的铁锭好像没有了啊，看一下啊，应该是还有一丢丢的。家里边所有的箱子都找完了啊，只有7个铁锭，那我们还需要下矿挖一些铁啊。最好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自动刷铁轨机，之后的铁轨就不需要我们来做了。走吧，我们下矿挖一点就够了。好的，这边看到了一些铁矿石啊，看一下有多少。哎，这边看到了绿宝石。哎，我已经走了很远了，还是高山地形。我们家下边的铁矿已经被我们挖完了，这个煤炭的，哎，还有绿宝石。这个煤炭的话我们也带一些啊，之后的话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煤傀儡，所以煤炭必须要带。哎，意外收获钻石，哎，可以啊，兄弟们，来直接连锁采集，看一下有多少。5颗，这时运3怕不是假的吧。哦，不对，兄弟们，忘了啊，我们的时运3稿子放家里边了，这是普通的钻石稿。这边还有些铁，把这边挖完我们就走。好的，回来之后呢，我把铁矿烧一下，然后呢我准备去找一下这个沼泽地形，然后呢去收集一些粘液球，我们回来做一个自动刷铁轨机。哎，等，兄弟们，这个装备的耐久不太多了呀，马上就要爆掉了这个头盔，要不然我们换一下吧，换一下钻石套吧，这个装备还是特别稀有的，如果遇到一个变异的 boss， 我估计我们这个装备就报废了。来吧，换一下钻石套，然后我们去找一下沼泽地。我的天，兄弟们，脱掉这个小白的套装，感觉走路的速度一下变得很慢很慢，特别不适应啊，而且跳的也比较低。哎，还是小白套装好呀，兄弟们。哎，好了，我们去找一下沼泽地，离我们家不远啊，我记得之前我们是遇到过的。对了，兄弟们，还有个事儿啊，就是变异蜘蛛，也就是蜘蛛蛛啊，这个东西我们很久没有遇到了。我记得第一期遇到之后就再也没有遇到。这个东西我是调过这个配置的，它是会随机刷新的，但是一直没有啊。啊，我们需要一个这个东西，我们可以驯服它，把它当做我们的座驾，它是可以爬墙的，特别好。这边有箱子哦，钻石还不错呀，兄弟们啊，都带一下吧。好了，我们先来把这个村庄搜刮一下啊，不对，我们来帮村民扔一下垃圾。哎，这边又发现了一个超大的房间啊，这个里边是有这个制造傀儡的工具的，对，就是这个东西啊。来，我们帮村民带一下垃圾啊，你看这破烂太多了，对吧，把这些破烂全部都给他们扔一下，我是好人，不用谢。然后呢，我把这个宝贝，哎，给他留一点。还有这个东西放在家里边太影响美观了，我们帮他带走。不用谢，我再给你留点好东西啊，我们就走了。天马上就要黑了，我们终于找到了沼泽地，很不容易啊。哎，这边还有个女巫的小屋啊，我们在这边找一下史莱姆，现在的话应该是还没有刷新啊，我们找一个地方搭高一点啊，看一下史莱姆在哪里刷新，我们去收集一些粘液球。一抹夕阳正在缓缓的下降，这个加了光影肯定是特别好看的啊，现在的话应该会刷怪了吧，我们等一会儿看一下有没有史莱姆。
哎，我看到了，兄弟们，有一个史莱姆啊，直接跳下去。哎哎，哦，差点跳荷叶上边，跳荷叶上边我估计就摔死了。来来来，收集一下粘液球。来吧来吧，我们只需要三个粘液块啊，三九二十七啊，我们需要27个粘液球。好的，全部解决，看一下有多少。才七个，那还差20个，还差很多啊。我们再找找。我们还是继续搭上去吧，搭得高看得远。哎，有一个拿着铲子的僵尸，哎，我上树你能跳过来吗？嘿嘿，来呀来呀，你上来呀。哎，蜘蛛来了。哎，等等，这个东西可以上了啊。哎，快快快上上，别打别，哎呦，又刷新了，兄弟们，有两个啊，一个大的一个小的，我们直接下去。不过下边有很多苦力怕啊，小心别落在荷叶上边。好的，我们避开这苦力怕吧，这苦力怕有点多啊，我们从侧边绕着走。来来来，我们把这些史莱姆收集一下，那下边的过程给大家加速一下。好的，全部解决，看一下啊，29个够了，我们睡觉。哎呦，这苦力怕，这苦力怕有毛病吗？哎呦，烦死了，每次都是苦啊。不过哎，也还好啊，我们回家了也行。来吧，我们做一下粘性活塞，还有铁轨，我们来制作一下这个自动刷铁轨机。动力铁轨还有普通铁轨都需要来一点。好的，我们来把这边的地稍微平一下，就把这个刷铁轨机建在这边。哎，不对呀，兄弟们，我没有石英，做不了侦测器呀。那我们还需要去下界挖一些石英。哎呦，有点烦啊，这个时间好像不够了呀。那就算了吧，兄弟们，我把这个挖石英的过程就留在线下了啊。那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大家拜拜。